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羊肉，做一个老北京的烧羊肉。儿歌就唱那什么，水妞水妞，先出鸡就后出头，哎，什么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羊肉，是不有这个？叫什么？你不吃喂猫吃，猫不吃喂狗吃，都不吃，最后我一人吃，就这个菜真的是挺棒的。咱们今天买这块不错腰窝，啊，不用去什么，咱们下锅了啊，下锅开火，很传统的一道菜。哎，焯水的时候呢也加点东西，咱就加点花椒，羊肉加点花椒是最好的了。然后呢再有点葱姜，然后待会儿咱们做这个菜的时候呢，实际就是先卤这些料呢，都是卤料，没有什么太复杂的。这是花椒、草果、白芷、砂仁、桂皮、大料、香叶、白蔻啊，就这些东西就行了。然后这个煮的得煮一会儿啊，起码煮到什么呀，哎，断生，就不再出血沫子了，这就叫断生。咱就备点花椒盐，这花椒盐啊，这个盐要少，其实搁这么多也不过20克，8:1就行。这是大红袍啊，大红袍。其实这个就麻度比较高，有点麻还是好吃。我已经关最小火了，最关键要的是香麻，不能生麻。像如果炒不透的话呢，就是生麻。其实烧肉好多老北京的家里都会做，啊，每家跟每家都不一样。你像我舅舅原来也是啊，他一到他家，反正特别让我们吃的高兴一点，好一点，每次都变着法儿做。哎，但是这烧羊肉是最喜欢的。行了，咱就关这火了，剩下的就在上在这儿，哎，备着。好了，这就基本上就断生了，断生了。然后咱就把这个捞出来炒料，像这个吧，这最耐火的老早就下去了，一定要把它炸出香味儿来。桂皮先下，大料下去了，啊，这些都耐火吗？这个呢得使刀拍一下，这油够热，白芷、砂仁。下边搁水，先好调好口，再把肉放下去，对，是吧？老饭骨的要有啊，咱得这一勺，就这两勺，三勺也不多，一勺75克，然后呢，提点糖，提点糖，是咸的，十五克，这够。好了，咱把肉往里一放，下锅，到时候再搁点黄酒，大火烧开10分钟，再转小火有半小时。好嘞，要瞧这肉啊，这油纹肉。好，那花椒盐，其实当时我们在小吃店的时候，我们就使这个，来回这么着。我们在小吃店的时候啊，每天4斤花椒，嗯，特爱干这个，闻着特香。不是，关键是气搅在哪儿，别让它崩得太厉害了。一点不崩是不可能，但是就尽量的。全是肌肉，我告诉你，侯老师能活到180岁。哦，我们约好了160岁的时候一块儿上喜马拉雅去。就是，咱一块儿对吧？说好了。而且呢，这个他们有时候筛，其实不用筛，筛太碎了也不好，没有感觉。不对，我们现在一说，你看咱们这点儿顶多20克，你看就搁了2.5克盐啊，翻个身儿，盖子上吗？盖子上，正合适。哦，那行了，你就焖着。那咱就等着了，时间够长的了。嗯。应该是绝对够烂的。原来咱说煮30多分钟，现在啊，
一个多小时，这够一个小时了啊，更好吃。咱把它捞出来，哎呦嚯，给你拿个纸来蘸蘸，我的分往里撕，要省得油啪啪崩，要少崩一点是一点。对，它要是崩啊，别崩猴哥，你崩我没事儿。这就差不多了啊，这够七成热了啊。好。行了，可以。哦，它还真是缩了哈，缩了，这是因为水分走了，关火就行了。好嘞，我们做了啊，就得狠着点啊。走，这麻烦了，这叫过桥，两边加中间。好了，配上咱这花椒盐儿。真烂乎，这个还是得肥瘦兼容更好。我也尝了啊，你得尝啊。但是我们都说好，你说今天这个还不是最好。哎，真香，非常入味。嗯，别提巴拉，来，你们别走。这香，吃香，这好啊，香，你尝尝香没？你要不来一个，特遗憾。首先，我得先点个赞。我吃着口感很舒服，高的油温迅速把表皮水面封住。让它焦香气啊，里头还继续的哎那种嫩香的感觉，最后的椒盐啊也很呛口。真正做的好菜就是什么？其实就四个字儿，好吃舒服。配上哎荷叶饼啊，或者我们配别的啊。今天我觉得应该俩字叫完美啊。侯老师做成这样，我以后得好好学习。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。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